开饭，今天吃小鱼仔香肠。酸辣生姜，这龙虾吃的都是浪费啊。喂，忘拉汁了。这个特别开胃，酸辣生姜，这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菜，好肥。
这香肠是甜味的，大嘴巴烤肠活动啊，姐妹们，你们呼吁的烤肠活动来了，他们家的烤肠，点个赞。它是这样的啊，这个是黑胡椒的，有黑椒碎，这是原味，然后今天下单再多送五根原味。到手是45根。我儿子他们都吃这个烤肠，尝尝，喜欢的姐妹可以看看啊，拜拜。大家好呀，今天早上我们来喝个粥，配个我们四川脆萝卜。我们看看一瓶有多少啊？2瓶19.9块。我喜欢吃麻辣，麻辣辣一点点香。吃不了辣的就拍香辣，能吃辣的就拍麻辣款。夏天天气热了，不愿意做饭，直接吃一个粥，配个萝卜。
拜拜。